二十九，小刘，听说你是从山东省来的，你们那儿什么最有名？对，山东的苹果在全国最有名，又甜又大。你在外地工作，如果你想吃家乡的苹果时怎么办？想吃的话，就让妈妈给我寄一箱。 关于山东的苹果，可以知道什么？